这是一个18岁的女孩，一个心灵手巧漂亮的打工妹，可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并不美好和快乐。一次看似很平常的打工经历改变了她生命中的一切。那是2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在前往打工地点的十字路口，这个女孩突然消失了，她去了哪儿？最后见到这个女孩的人又会是谁？一个年轻貌美的打工女孩，一份网上订立的劳务协议，一个改写命运的十字路口。到了一个路口的位置，就失去踪迹了。冬日的清晨究竟发生了什么？消失的身影最终飘向何方？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发生意外。命运的路口一线正在播出。老樊家住山东济南的商河县，是商河一个普通的农民。平时老樊很少出门，可是今天他就来到青岛。外甥吧，他在青岛在那边打工，就是打电话的，就说他失踪了，联系不上他了。失踪不见的人是老樊的女儿樊阳阳，今年18岁。案发前，他刚刚从青岛市的城阳区来到即墨。那外甥直接就开车就过去了，过去他又你看又找一天，找一天呢我没找到。老樊在外甥的陪同下来到了即墨市马山派出所寻求帮助。因为我们平时接到这样的报案也比较频繁，有时候这个男女朋友吵架，女方故意不接电话或者是关机，或者是到朋友家去玩。我们也考虑到有可能这电话没有信号，或者是暂时没有电，这种情况都存在。老樊的女儿是一个从事首饰串边的打工妹。她打工主要是打什么工？她就是从啥就是首饰加工这一块，在城阳的时候在那个干活，长期的那个厂房干活，但后来呢就招这个私家这个活。杨洋年轻漂亮，心灵手巧，在即墨有不少首饰品加工的私人作坊。发现这个商机，杨洋辞掉原来相对固定的工作，从青岛市的城阳区来到即墨。在这里他给私人作坊打短工。警方分析，樊杨洋的失踪或许与他复杂的人际交往有关。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我们分析的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这种潘杨洋有可能被人非法拘禁了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跟她男朋友就是吵架故意失联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潘阳阳被一些这个非法的传销组织给拘禁了。根据樊阳阳的行走路线，办案人员调取了失踪女孩居住地点附近的电子监控，很快警方就发现了樊阳阳的身影。最后呢，发现小女孩在早晨在上午从住处离开了，离开以后沿着路走到了一个路口位置，实在就是这个失去这个踪迹了。上午8点正是人们出行的高峰时期，樊阳阳离开住所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就分析这个潘阳阳的行踪，对这个潘阳阳的随身物品及这个潘阳阳身边接触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找来这个详细的询问。樊阳阳从事的是一种短期劳务，这意味着他可能接触到的雇主并不特定，而且这些人所处的位置也极为分散。那么樊阳阳会不会也是应邀前往某个雇主的家中从事首饰加工工作？有谁了解这一点呢？在樊阳阳的租住地，一位村民反映，其实樊阳阳一直和男朋友生活在一起。于是警方立刻找到了这个姓林的年轻人。她这个男朋友这个介绍
说潘阳阳是因为早上出去打工，是出去的，一直到晚上没有回来。据樊阳阳的男友小林讲，案发当天中午，他还给阳阳打过电话。潘阳阳说，他在一个人家在干着工艺品活啊，中午这吃了这个排骨米饭啥的，没事，下午干完活就回去了。然而，直到午夜时分，杨洋也没回来。小林一次次拨打女友的电话，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既然此前双方曾经通话，并且没有发生争吵，警方便排除了樊阳阳因为负气而故意失踪的可能。派出所感觉到这个事情可能有点不对劲，这个是不是小女孩有可能遇到什么危险？马山派出所的民警迅速与刑侦部门取得联系。我们在研究这案的过程中，根据他们前期的调查，也感觉这个事情很蹊跷。根据派出所的前期调查，刑侦部门迅速对樊阳阳失踪案件展开深入侦查。最起码要找到这小女孩下落。当时的咱们分析可能性，有可能进到传销里了，还是跟着网友走了。但是很快，侦查员就否定了这种猜测。小女孩走的时候身上没带很多钱，跟别人出去玩的可能性没有，见网友吧，根据他这个生活情况，这个人交往不复杂，再于是他如果是陷入传销组织的话，他应该以某种借口给家里要钱，这种情况都没出现。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办案人员心头。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就是发生意外。专案组迅速安排侦查员前往通讯公司，调取了樊阳阳的通讯记录。与此同时，负责调取监控录像的侦查员继续扩大搜索范围。根据失踪女孩清晨离开的时间，他们仔细查看了事发地点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电子监控。很快，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浮出水面。我们顺着监控沿线拷贝监控的时候，在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这个裘家沟查村村东头的路口处看了一个监控。办案人员调取了这段视频。2014年12月12日早上8点16分，在孙家沟岔村村外的十字路口，一名黑衣女子穿过马路上了一辆摩托车。从行驶的方向看，他们进入了孙家沟岔村。2分钟后，村中另外一个电子监控近距离捕捉到了车上的两个人。经过比对，侦查员们分析，这个坐在摩托车上的黑衣人极有可能就是樊阳阳。经过这个询问，这个潘阳的男朋友说，这个女子就是潘阳阳。开车的是一个红衣人，由于摩托车的速度较快，加上经过监控区域时二人全部背对摄像头，侦查人员根本无法看到红衣人的相貌。那么这个带走樊阳阳的红衣人是谁？樊阳阳的失踪会不会与他有关系呢？我们对他这个其他的一些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了，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情况进行研判。从失踪女孩男友那里，侦查员得到杨洋的 QQ 号和登录密码。很快，他们就从杨洋的聊天记录中找到了一条新的线索。发现潘阳阳的 QQ 在2014年12月11日跟一个陌生男子聊过天。那是这个陌生男子呢，是在网上通过这个发布招聘信息干工艺品活的。发布信息的是一个名叫泪痕的男子。从二人的聊天记录看，杨洋与泪痕达成了一项劳务协议。当时这个潘阳阳说要去他那里工作。这个名叫泪痕的网友会不会是带走杨洋的红衣人呢？就在侦查员找寻泪痕的真实身份时，负责到通讯公司调取失踪女孩通话记录的民警有了重大发现。发现啊，小女孩在家里人报失踪的当天就跟外界但没有联系。杨洋的通话信息停留在了12月12日。2014年12月12日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是她男朋友的，然后之前还有几个陌生的号码，她男朋友还有她父亲都不清楚。
杨洋与这个陌生号码的通话时间集中在12日8点左右。警方分析，这个电话号码极有可能就是红衣人的。通过咱们查询机主，这个机主显示登记这个电话的这个机主的名字叫范广彦。范广彦，28岁，山东济宁兖州市人，从青岛市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网中，办案人员找到了这个名字。在我们即墨市，三家沟查村发现有个暂住人口叫范广彦。经过照片比对，警方发现居住在孙家沟岔村范广彦正是案发当天与失踪女孩频繁联系的红衣人。发现这个范广彦身上还有其他前科，刚是属于这个刑满释放出来的。侦查人员悄悄潜入孙家沟岔村，从村民口中，警方得知范广彦2012年来到这里，一直从事工艺品加工的工作。他平时也是干这个工艺品活的。杨洋的失踪会不会与范广彦有关呢？如果樊洋洋的失踪与范广彦有关的话，那么他伤害樊洋洋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里是山东省即墨市的孙家沟岔村，一条墨水河从村南蜿蜒而过。范广彦的家就住在这里。考虑到他曾经和樊洋洋签订过一份加工首饰的劳务协议，警方有理由相信这个男人很可能与樊洋洋的失踪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于是办案人员叩响了范广彦的家门，却无人应答。回到派出所，副所长孙放超拨通了范广彦的电话。喂，你好，请问一下，是范广彦是吧？哎，你好，我是即墨市公安局马上派出所，我姓孙。为避免打草惊蛇，孙放超以咨询情况为由，请范广彦到当地派出所协助调查。啊，行，那明天上午你到我们派出所过来一趟，我们有个事情需要找你了解一下。明天上午8点半吧。上午没时间，下午不行，我们这个事情挺急的，您还是尽量上午过来吧。那说好了，明天上午8点半你准时到，好不好？哎，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哎。而此时距离杨洋失踪已经过去3天，女儿杳无音讯，老樊心急如焚。为了尽快找到杨洋，老樊将女儿失踪的消息通报给了当地媒体。很快，一篇题为《18岁女孩失联4天，抚寻未果，急坏父母》的文章见诸报端。与此同时，范广彦也如约来到派出所。我们问，范广彦有认不认识一个攀阳的女子？范广彦称，我不认识这个女子。但是我们把这个攀阳的照片给这个范广彦看一下之后，范广彦称，这个女子当天就是在12月12日在和我一起打工了。从范广彦的神态上来看，他似乎没有说谎。范广彦说，这个潘洋洋在下午4点左右自己离开了。范广彦说得十分诚恳，办案人员一时也找不出破绽。办案民警问得直接，范广彦答得坦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询问过程，但是至少有3个理由让范广彦的嫌疑不可能这么轻易的被排除。第一，他有前科。第二，作为一个务工人员，年轻漂亮的樊洋洋单身前往一个陌生男性的雇主家中，这本身就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第三，最重要的是，从履行和范广彦的劳务协议开始，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樊洋洋的下落。作为最后一个和这个女孩有过接触的人，仅凭一句不知道，范广彦就想从麻烦中脱身，恐怕不可能。可是接下来警方该从哪入手追查樊洋洋的行踪呢？视频取证，案情真相若隐若现。刚才咱知道什么事儿？没看什么事儿？陌生品牌的手机，网络空间的留言，
自相矛盾之中，答案呼之欲出，命运的路口一线正在播出。对于樊阳阳来到自己家中加工首饰的整个过程，范广彦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办案人员却无法打消对他的怀疑，于是警方决定绕过范广彦，从其他证据着手追查本案的真相。我们根据这个范广彦的这个叙述，我们查了孙家沟沙村范广彦居住周围的监控录像。这个监控距离范广彦的家不到300米。从这个监控记录的视频中，民警发现2014年12月12日早上8点14分，范广彦骑车经过孙家沟岔村的这处电子监控。4分钟后他又骑车回来，此时车上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樊阳阳。但是翻遍了案发后3天的监控录像，侦查员们并没有发现樊阳阳离开的视频。由范广彦骑摩托车回来的出去的录像，回来的录像，但是录像中没有显示出4点以后有女孩出入的身影。范广彦的疑点进一步上升，为了确保案件的准确性，办案人员再次来到了孙家沟岔村。范广彦的家并没有被电子监控完全覆盖，从他租住的庭院出来到这个监控覆盖的区域，中间有100多米的盲区。樊阳阳会不会是离开范家之后在这段路上发生意外了呢？根据这个范广彦说的，我们排除不了这个范广彦和这个失踪女子潘阳阳没有任何关联。当天下午，专案组的部分成员聚集在刑警大队的会议室里，他们开始对樊阳阳离开范广彦家出现意外的可能性进行剖析。他的这个腿位的监控位置，监控能照到这个南北路。这个范广彦就是从路边的这条院门路这条路线往下走，这个地方，这就是范广彦的住处。范广彦的暂住处，他住在这个即墨市通缉办事处孙家沟岔村的东南片区。这个地方正好在它的东南片区的东南角上有一个监控，在西南角上还有一个监控，在西北角上还有一个监控，在它的居住的地方东北角是出不去的。这就是方案，就是如果是女孩没有危险的话，他就用的正常的话也要去通过出来后，还按成功往后发布的他的住处。没看到是女孩回去返回。下午4点左右，这个天还是亮的。如果这个潘阳阳在自行离开在这段路上发生意外，村民会发现的。如果说这个在这个位置出现别的危险的话，他也是。根据在孙家沟岔村的明察暗访，侦查员们很快推翻了樊阳阳离开范广彦家出现意外的可能。这是女孩的事，在咱这空城都没有，要没有发现停了上声音，你要没有发现女孩遇到危险，坐下来这女孩有可能是遇到危险，范广彦有可能就是个犯嫌人。增加我们对范广彦，就是对这女孩失踪有一定的作案的嫌疑，但是范广彦这个就不承认这一回事，一直在回避。这个正常情况，咱们就是监控情况。这女孩她也可能是一直没离开，这就说这个范广彦，如果范广彦现在就是作案的话，这个范广彦的住处就有可能是作案现场。办案人员搜查了范广彦的家，但是在他的家中，警方并没有找到失踪女孩的踪迹。而此时在马山派出所，办案人员对范广彦的盘问仍在继续。我们对这个范广彦随身物品进行检查。从范广彦随身携带的手机上，侦查员们发现了疑点。我们翻看他的QQ信息的时候，发现范广彦发布一个QQ说说，
下面有一个用小米手机登录的说说。说说是一个网民随意发表人生感悟的空间，在这里用户除了能发布信息畅所欲言外，它还有一项特殊功能，就是能自动记忆发布信息的手机机型和品牌。范广彦使用的手机是一部白色的步步高手机。可是2014年12月14日、15日、16日三天里，范广彦共用小米手机发布了八条信息。我们侦查人员就问范广彦，你有几部手机，使用过什么手机？范广彦坚称他就这身上这一部手机，没有别的手机。巧合的是，失踪女孩樊洋洋使用的正好就是一部小米手机。真的只是巧合吗？一部范广彦自称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手机，却在他的网络空间里连续三天发布了多达八条信息，而这个手机的品牌恰好又是那个年轻的打工者樊洋洋失踪前所使用的。任凭是谁都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在和范广彦接触的过程中，办案民警发现他的脸上有几处明显的抓痕。关于这一点，范广彦的解释是他在和朋友家的孩子在玩闹时不小心被抓伤。不得不说，这样的谎言实在是太拙劣，因为在随后的调查中证明，范广彦所说的这个朋友一直生活在山东德州，最近根本就没有来过青岛。范广彦被什么人抓伤？他为什么说谎？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是导致年轻打工者樊洋洋神秘失踪的罪魁祸首。真相大白，令人警醒。女性打工人一定有职业防范。一个消失的年轻生命，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命运的路口，一线正在播出。对范广彦的审讯仍在艰难继续。自上午来到马山派出所，范广彦在这里已经度过了七八个小时。然而，面对侦查员的不断追问，范广彦始终不肯承认他与杨洋的失踪有关。应该说，范广彦仍然保持之前的那种状态，就是一句话不说，低着头。你和他说什么，他也不再反应。就在此时，负责在孙家沟岔村调查走访的侦查员又有了新的发现。在范广彦家南面的一个河堤上，侦查员发现了一个焚烧物体的痕迹。侦查员注意到这个细节之后，回来跟我们审讯的民警这个沟通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民警意识到樊洋洋已经凶多吉少了，他们决定立刻对范广彦实施攻心战术，打消他的侥幸心理。当时给他讲了几个案例，我第一个案例讲的是我们2007年3月10号，就是发生的我们这个即墨市大新镇小新村的一个入室抢劫、杀人放火的焚尸的案子。这个案件让范广彦触动很大。那么，特别是我们侦查又传来说，在他那个在那个河边又发现这个烧毁的物体，那么这个位置，可能在他认为，你们确实发现了。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范广彦的心理防线开始崩塌了。讲述了他是将这个打工的潘洋洋杀害并抛尸的过程，但是他说是他杀的，咱要找到证据，找到依据，咱们直问。人呢？人是被我烧了扔了。你扔哪里了？我扔在河里。凌晨时分，
根据嫌疑人的供述，侦查员曾经到过墨水河边，但是在有焚烧痕迹附近的河道里，办案人员并没有发现樊阳阳。我们侦查员起初自己去找，没有找到。啊，你昨天晚，12月12号晚这个驮着尸体在这个一桌，好不好？来，你从哪儿上去的？还行，能怎么去？看看从哪儿上去的？好，南边。来，你往前走，那个往前面走。你车在哪了？没有地方了，那就往山上走。小子，你怎么那个什么都看着？你是搞建筑了？那个装个东西，扒拉草。这是偷盖子啥啊？在范广业的带领下，我们在漠河段的这个芦苇荡内找到了潘阳阳的尸体。在这个尸体这个也那个根据你的供述，咱是你这个主动交代的，是不是啊？咱找着了，找着之后吧，你把整个作案过程，好不好？再这个简单一讲啊，然后再把你这个作案过程这些地方再得一致，好不好？来，带上这个农户车，再一讲一说哈。那么，范广彦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一个18岁的小姑娘呢？在青岛市看守所，我们见到了范广彦。你怎么认识这个潘阳阳？从一个工艺品群里边，然后就那时候吧，我手里活也不多，然后原来用的那几个临时工在别的地方干活，然后没有去，我寻思再找一个，然后在网上就发布信息找临时工嘛。案发前一天，范广彦发布了这个用人信息，很快樊阳阳就从 QQ 上跟他取得联系，在网上二人谈好价钱。那你们工钱是怎么结算的？当天结了。干一天多少钱？看他干了多少。就是案发当天他干了多少？干了多少活我忘了。做的是那时候我给了他是90块钱。给了他钱之后，他按说他应该走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在那儿洗手了嘛，然后我在那儿就问了那一句话，我们俩就打起来了。或许是看到樊阳阳这个单身的妙龄女子，此时的范广彦似乎产生了邪念，说了一些带有挑衅意味的侮辱性语言，这一下子就激怒了樊阳阳。我就问他是不是做过兼职，然后他就骂我，然后过来就要打我嘛，先打了我一巴掌，这一打把嫌疑人打火了，然后打第二下的时候我就把他给掐住了，挠了以后他直接双手掐着小女孩的脖子，把他掐倒在地。在两人的厮打中，范广彦完全丧失了理智，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直到樊阳阳失去了呼吸，范广彦才从冲动中冷静下来。他说这个作案动机是这样的，是因为言语之间突然起那么冲突才做了案。我现在然后呢？我很害怕，后来我寻思这怎么弄，我寻思扔到俺村那边那个垃圾站了。扔到那村垃圾站了？嗯。垃圾站位于哪地方？从你家出来？俺家出来往南一走啊，有个十来米吧。啊，放了那之后就回去了。后来我一想，在那里太容易发现了。啊，俺就害怕。后来我一想，找地方把他给烧了吧。啊，然后我就从那边连背带包的就弄了这来了。啊，弄了这来了。范广彦匆匆忙忙的处理好作案现场，然后将樊阳阳隐藏在村南的漠河里。在整个过程中，范广彦表露出了令人发指的冷静。来，就在这上点的是，看到了。啊，回来啥？就是你在杀死这个女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和你的孩子？
对。啊。那时候没想。范广燕有一个小他6岁的妻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可是在面对樊阳阳这样一个花季少女时，为人夫为人父的范广燕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彻底扭曲了人性。你14号我当时接到电话，从心里默认为这么严重。案发时杨洋从青岛来到即墨刚刚22天，起初父母并不希望他给私人打短工，然而家人的劝说并没有让樊阳阳改变主意。平时好打架吗？不好打架，他在家里就是说你有个小狗看也扔的，他都管不也气，就养着害怕冻死了我死了。杨洋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性格开朗，和同学朋友相处得十分融洽。据老樊讲，出事前一天晚上，杨洋还给父母打过电话。那我怎么都不认为他没了命了丢了，直到现在，我和他妈直现在都不认为就是说还有没了。刚出去。大哥，你不好死了，你在哪上跟女发生单独？知道了，那女的干什么？范广燕行凶的时候，杨洋的手机遗落在他家的院子里，直到2天后才被范广燕发现，并且开始偷偷使用。要你怎么手机怎么处理的？5点多的时候，看手机在那，然后就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我看了看他的微信。啊。然后上了上我的 QQ。啊，就是他的手机上你的 QQ。对了。这就装起来了。装起来了。啊，这手机是个什么样手机啊？黑色的小米。黑色小米手机啊。正是这部手机在网上留下的痕迹，以及他被樊阳阳抓伤的脸颊，让民警最终坐实了他的作案嫌疑。你的女儿现在只有8个月，想不想给她说点什么？我就觉得我挺对不起受害人家里边，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老婆和孩子他们。我们同这个市政案件一手呢，来把这个案件在很短的时间内侦破了。侦破了，通过这起案件，我要告诫这些打工人员，特别是女性的打工人员，就是在这个打工地、这个工作或者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防范，一定要提高自身这个安全防范能力。啊，如果受到侵害或者说感觉要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报警。啊，没条件保证的情况下，要迅速脱离这个危险的境地，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自由的背后，往往是不可预知的风险。当初樊阳离开他工作的企业后，拥有了更多支配时间的权利，可是这个年轻的打工者也许没有意识到，在他摆脱约束的同时，自己也走进了一个缺乏保护的务工环境。形形色色的雇主，私下交易的随意，使他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大大升高。遗憾的是，面对范广燕这样极度危险的人物时，樊阳阳没有保持冷静和克制，而是不恰当的一再激怒对方，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我们无权苛求死者，只是衷心的希望广大的女性务工人员能在这起案件中吸取教训。